我以为你做的这些都是因为他爱钱柱，其实你爱的只有你自己。母亲，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快跟你爸爸道歉，快！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不用你道歉，我不用你道歉，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给我滚！小雪，小雪，小雪！没有人可以打败我，我会让所有人知道，牧师在我手里才会取得最大的利益。把消息透露给公公，是时候见他了。穆总，龚总过来了。龚总，请坐。石小念在哪儿？你问我你女朋友的去向，是不是有点奇怪呀？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废话的。那我也不跟你废话。石小念确实来找过我，可是他现在在哪儿，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穆总大概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吧，所以欺负起别人来，才如此的肆无忌惮。我确实没有你说的这么自信，但是对于石小念去向的这个问题，现在是你有求于我。其实我跟石小念也没有什么恩怨，我只不过是想借此跟龚总谈谈条件。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穆总年轻有为，什么都不缺。如果非要说看上我手里的什么东西的话，大概只有恩义吧。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那龚总给还是不给呢？我是无所谓啊，但恩义不是我一个人的。穆总就这么希望我和我哥一起做起来的公司被这么毁掉了？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情。如果我哥还在的话，你们还会为这件事情闹掰吗？我跟你哥都一样，我们只是商人。这件事情我可以考虑，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况且我要先确信石小念是否安全。没想到龚总这么快就答应了，我着实觉得很意外。我已经拿出我的诚意了，穆总是不是也应该回馈我点东西，让我心里有个底？你放心，他现在好得很。
我会随时告诉你石小念的状况，但在恩义给我之前，你不会知道他在哪儿。你不觉得他现在的状态挺好的吗？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有其他消息吗？就是他，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帮我留意一下。好，拜托了，就这样，谢谢。喂，等一下。怎么样，我姐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你那边？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认识国外的媒体，我想让他们发一下寻人启事。万一我姐被穆雪送到国外了呢？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国内，穆雪没拿到她自己想要的，应该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哦，对了，他刚刚发给我一张医疗机构的照片，你可以查一下，我发给你。这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而且国内这样的机构也太多了，我赔钱出就去过不少家。没关系，先找吧，就算找不到，我还有其他的应对方法。我刚刚和穆雪谈过了，我答应了他条件，他会发给我石小念的音讯。什么要求？公公，你清醒一点，他控制我姐肯定就是为了要恩义，而且就算你答应他的要求，他也不一定会放了我姐的。你想想我，你想想我被他溜的还……你跟他说什么呀？谁被控制了？你说话呀，你姐怎么了？什么放不放的？你回答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姐的。啊！失踪了！小念到底怎么回事？小念，哎，快来！哎，快来！妈，快把你妈扶进房间，快！阿姨怎么样？没事吧？我妈哮喘犯了。有没有叫医生？小迪，叔叔，进去照顾你妈，我跟她有话要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叔叔。是我的疏忽，是我没有保护好小念。你刚才跟小迪在电话里面说的话，我多少听到了一些。你们商场上的事情，我真的不懂。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咱们都是男人，你就实话实说吧。我承受得住。对方要对付的人是我，目前应该不会对小念怎么样。你放心。明天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
把小念平安的带回来。你给我听好了啊，小迪跟小念是我最宝贵的女儿，她们都是我的掌上明珠，是我的宝贝。尤其是小念，你知道她之前受的委屈啊，我不希望她将来再受到伤害，你明白吗？叔叔，我明白。小念她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哪怕是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早知道就让小老板往石小念身体里植入个定位芯片了。老公，老公，老婆。我现在叫救护车。老公，这是黄体酮，怀孕前三个月要是不注意的话，会导致先兆性流产，所以除了打针，回家后一定要卧床休息，保持稳定的情绪，切记不要受冷、受累、紧张，知道吗？知道了，谢谢护士。嗯。幸亏我们家丸子体质好，护着这孩子没事儿。要不别叫丸子了，为母则强，叫狮子怎么样？要不叫母老虎？小念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之前我还跟小念吹牛皮呢，我说我们两个从来不进医院，谁知道我当妈妈了。住进医院了，小念要知道的话，他肯定会笑话我的。医生不刚说了吗？要保持情绪稳定。你就安心在这边休息，石小念那边的事交给我。可是，我知道小念是你最好的朋友，但现在肚子里不还有个宝宝呢吗？再说了，还有你老公我了吗？你就安心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回公司，有什么最新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吗？嗯。小丹，你疯了吗？你要把恩义给穆雪，不然呢？要让他把石小念藏一辈子吗？这件事情已经牵扯了太多的人进来，他的家人，你的家人，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在找了吗？过几天没准会有消息啊。我等不了，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而且我连他怎么被穆雪带走的都不知道，一想到这儿，就没法等下去。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看穆雪发来的照片，我觉得小念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他跟穆千初……我不管他怎么想，我不会对他不管不顾。至于他们俩的事，我希望得到他正面的解释。但是也不能就这么把恩义交出去啊。这可是你跟大老板这么多年来的心血，如果石小念知道，他也绝对不会同意的。穆雪一直都想收购恩义，他想要的只是我的股份，对恩义的技术他连提都没提。他跟陈柏一起已经做了技术，但他们的技术想要赶超恩义，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他最需要的就是恩义的运作能力还有市场占有率，而我不同，我只需要保住我和我哥一起开发的技术，
再不再来你都无所谓，大不了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哪有那么容易啊？而且石小念到底在不在他手里还是个谜，万一暮雪骗你呢？就凭那几张照片。医生，暮雪应该不会拿这件事情来虚张声势，况且这本来就是我们考虑不周，没想到小念会去找他，所以我们应该付出代价。我已经想好了。分析他的位置，没准我们自己就能找到呢。你去哪儿啊，小老板？我去技术室做视频分析，你联系木姐，告诉他让他准备材料，我会签字，但前提是我要石小念的全部信息。很小心，查不出来。真的要开会吧？你说什么？郭敖，你是疯了吗？我不同意。我也不能同意。你不要冲动。你是怎么想的？小敖，这现在公司发展稳定是关键。各位，我已经决定了。我让出的只是我个人在公司的股份，对其他人在公司的地位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暮雪和陈柏创办的繁盛合作在业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我相信恩义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你们尽可以放心。胡闹，公司这么大的事情是让你这么玩的吗？当时你哥哥去世，我们看你对公司有感情才一路支持你过来，你说撒手就撒手了，至少给大家一个理由嘛。没有理由。我不做了。所以你就直接交给暮雪？就算你不想做，你也好好谋划，暮氏是最好的选择吗？至少现在他是我唯一的决定。暮氏的暮雪之前给过恩义投资，我相信他对恩义有感情，在商业上也远超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在他那里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至于其他的，只能说声对不起了。莫娜小姐，她来了。是我运气不好吗？每次见面都一脸疲惫。莫娜，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不会改变了。反正我都支持你。我没有别的办法，
小念那边有消息了吗？我只知道他跟穆千初在一起，其他的没有任何线索。嗯，工作的事我可以不问你，但有件事我必须要问你。即使小念真的和穆千初在一起的话，你还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多，愿意等他回来吗？不管他选择什么，我想听到他亲口告诉我，不管他选择谁，我的选择永远不会变。嗯，我明白了。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清楚了，我肯定支持你。龚总，我已经查过小念跟穆千初的机票信息了，不过什么？不过机票信息有好几组，我没办法确定穆雪到底什么时候送他们离开。他确实够谨慎啊。没关系，我会让我之前机场那边的客户盯紧。谢谢你，白云。我先走了。他就是你们老提到的白玉。穆总，媒体和记者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另外几个财经杂志和网站的通稿也都发出去了，只要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订，就会统一发出来。公欧那边呢？龚总那边已经出发了，正在往我们这边赶路。千初和石小念都安排好了吗？穆总放心，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航班是我今天一早才定的，昨天之前他们能查到的那几个航班都已经取消了。很好，这段时间太混乱了，该让一切都归位了。千初，我对得起他，他最喜欢的女人我给他了，简单富足的生活我也可以给他，但穆氏和恩义是我的。你先去外面等我吧。好的，穆总。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居然阴差阳错的被一本漫画记录了下来。孔玉，你知道吗？如果现在你还在，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在那边呢，多注意休息，尽量避免疲劳啊，不要太过度用脑。知道了，陈医生。对了，医生，这两个是治疗头痛的药，这个是用来安眠的，还有一个那个颗粒状的，怎么不在这里啊？那个只是暂时稳定症状的药，等英国那边给出更正式的治疗方案，那个就不需要了。好，千初，咱们走得匆忙，要不然到那边再买吧。好啊。小念，你真的决定要陪我去英国了吗？难不成你觉得我很麻烦？怎么会呢？我巴不得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呢。这么说来，我还应该感谢我姐了。你先休息会儿，我再去问问陈医生还有什么安排没有。
陈医生，公屋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在你们走之前，暮雪是不会让任何人跟你们取得联系的。你也看到了，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我是龚先生安排的，但是对我的提防，并不比你们的少。是啊。那恩义那边呢？暮雪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那就是还没有任何消息。都怪我，我当初不应该把他一个人抛下，万一有个什么事儿。石小姐，之前龚先生之所以把我安排在穆先生这儿，除了能够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让我能够好好照顾穆先生的身体。眼下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给穆先生做治疗才是最重要的。龚先生一定有他下一步的安排。下一步的安排是什么？目前我也只能是静观其变，该走了。好。穆总，这么大的事情是忘了通知我吗？你来这干什么？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没出息吗？不敢正面面对公欧，那我今天来就是要证明一下自己是个有用之才。穆总，这么着急来证明自己了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盯着我的，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不会改，可是你现在过来算是威胁吗？穆总如果觉得是威胁，那就算是吧。但我更喜欢把它当成是一种制衡，就算是情感关系，也需要彼此之间相互约束吧。更何况，我们之间还要更复杂一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会儿在记者面前，你最好少说话。如果事情被你搞砸了，别说恩义的执行权，文胜，我也可以找人代替你。看来我今天真的是来对了，要不然莫名其妙的丢了工作，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没必要对我那么大意见，我们两个人早就坐在同一条船上了。我和你之间目标很明确，我只想拿到我应得的东西，而您只要兑现你的承诺，我敢保证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你最好说话算话。彼此彼此吧。我只是特别好奇，像你这种事业型的女人，如果谈起恋爱，会是什么样子呢？公寓。闭嘴！控制住你的想象力，想太多对你没有好处。你们穆总在吗？穆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恩义股权转让可不是什么小新闻，我们总得像模像样的讨论一下。石小念现在到底在哪儿？签吧，签了之后我自然会告诉你石小念在哪儿。恭喜穆总，那现在我们的合同是不是可以落实了？龚总，你看，不是我急功近利，从你们恩义出来的人可比我厉害多。你们之间怎么合作我不在乎，我现在只想知道石小念的消息，他人在哪。石小念自然是陪我弟弟去国外看病了，就算你现在找到他，他也不会跟你回来。看现在这个时间，他你改了航班的时间，消息挺灵通的嘛。
果然还是个孩子，遇到女人的事情就这么沉不住气。重情重义总好过薄情寡义，如果是公寓的话，他也会这么做。走吧。恩义前总裁公公股权转让仪式中途离场，只能你这个未来的负责人跟我去接受采访了。陈总，你倒是挺会抓住机会的嘛。你别找了，我姐安排的航班，公公是一定来不了的。这次你来陪我，他一定很生气吧？应该吧，可是我不可能放着你不管。你到现在还是很爱他吧？可是他应该对我挺失望的。如果这回他真的不原谅你，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怎么办？那我就只能默默的等他。小念。怎么了，建筑你怎么了？是因为他劳累还有缺氧，我们先扶他去医疗中心。好，走。吴总慢点。我是这位病人私人医生，他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可以带他里边去休息一下吗？可以。谢谢。好，谢谢。知道莫雪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找到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航班都等过来了。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是牧师集团的高管，也是我需要二位去帮我做沟通的。他们都是曾经跟我父亲一起打拼过的人，比较可靠。还有，这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姐之前的那个助理，叫陈然。之前开车撞伤我的人也是他，所以之前很多事都应该是他参与操作的。如果公公怀疑我姐跟他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他入手去查。好，谢谢穆总，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等等，这什么情况呀？为什么突然找我？我觉得那天在医院说的话我们应该继续聊聊。你们都怀疑到我姐了是吗？穆总越是想保护你姐姐，就会越暴露出更多的破绽。其实你早就知道了这起车祸幕后的主使是谁，对吗？不错，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理解你，如果换做以前的我，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行为。但自从跟石小念在一起之后，我似乎越来越明白，想要毫无逻辑地保护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小念的确是让人改变很多的人，对吗？那你呢？被他改变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难过。不过这不是我所在意的，我倒希望他对你再失望一点。你说的对，我现在变得连我自己都有点不认识了。但是公公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那种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之后身边的一切都变了不一样的感觉。你的亲人变成了仇人，你的未婚妻是个陌生人，而你心爱的人却因为你受到了伤害。
采取到了别人身边。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欺骗他的理由。我不管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但你应该也想过，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合作，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轨上。我可以合作，但我绝对不会把小念牵扯到其中。我也一样。你跟郭屋之间有合作？穆总和龚总一直有联络，这次穆总被穆雪控制之后，可以说是将计就计，这样还能调查清楚他和龚宇车祸的关系。所以我也在你们的计划里？当然不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会被我姐骗过来。那现在呢？郭欧在哪儿？现在应该快到了，我要见他。穆氏近几年对于新兴产业都颇有关注，尤其科技领域，是我们投入大量比重去重视和开发的领域。相信穆氏和恩义的合作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谢谢你们的关注。龚总就这么把公司给让出去了？天哪！上班带出陪着恩义的人，下班就变成穆氏，这也太炫了。还不是为了钱吗？你看穆总那得意的样子，肯定给了龚总不少好处。龚总拿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还不用操心公司的事儿，简直美滋滋的好吗？小老板，你的手机。小老板，这股权转让的事已经被媒体报出去了，这些电话估计是……得，这找不到你，开始炮轰我了。先不用管这么多，这些事情等回去再说。到机场还有多久？半个小时吧。穆先生现在身体还是不太舒服，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时间还早。谢谢你。不用谢我，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你放心，我背影跟我姐姐还挺像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之前对我的好，都是真心的，所以我要谢谢你。其实之前咱们两个相处的那段时光，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还有那些带给我的快乐，也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不应该全都否定。千卓，你的意思是？不要误会，小蝶，我喜欢的人还是小蝶。虽然他现在心里惦记着只有宫欧，但是我会等他。我想说的是，小弟，你曾经的确带给我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你很好，一定可以得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